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83页，683页第二行，课题：往生甚乐。经文分两段，第一段体质同福啊，第二段呢享受极乐啊。请看经文：设方世界，住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体，之身无极之体。这个四句经文非常重要啊，世界为什么称极乐世界？十方众生为什么要往生净土？真正把这四句经文通达明白了，你自然会会心微笑啊，妙在无言之中。啊，哪一个不想去？啊，不但想去，迫切的希望早一天生净土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注解只有八行，不算多，其味无穷啊。啊，右段前面这段经文是本品，设方往生者，设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介于宝池莲花化身啊，他们怎么生到极乐世界？是在七宝池
莲花里面化身的，此为第二十四莲花化身愿之成就。啊，这一种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方式，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成就。啊，自然化身。下面注解：自然者，亦即法师说，非太藏所生于，故曰自然。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生态有四种：胎生、卵生、色生、化生。啊，极乐世界往生的只有一种，自然化生。啊，我们这个世界虽然有化身，不自然。极乐世界是自然的，自然就是无法想象，就是不可思议。会书里头也说，非妄业所感，佛愿令然呢，故为自然。啊，不是众生在十法界所修的善业所感，不是的。使众生有缘呢，听到无量寿经，认识阿弥陀佛的大愿，悲心。啊，渴望一切苦难众生早一天离苦得乐，弥陀大愿建立道场，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是阿弥陀佛帮助一切众生成佛的道场，只要进入他的道场，没有一个不成佛。时间虽然有早晚，但是必定成佛。所以佛愿令然了，看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愿愿圆满，看到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啊，功德跟大愿，大愿呢成就了西方净土，啊，所以叫自然，啊，化身。不是胎生，不是卵生，啊，不是色生，变化而生的，无中忽然有啊。
弥陀以不思议的神力让悉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只要升起坚定的信心决定求生净土这一个念头才起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出现一朵莲花这个莲花没开花苞你的幸运之名力量越强这个花了就很快长大求佛的人幸运缘足圆满具足了花就开了花开是什么呢佛就拿着这个花来接引你往生极乐世界也就是你的净土缘成熟了与寿命不相关净土缘成熟了寿命还有佛就来接引你了花开了净土缘没熟还没成熟有没有有这什么人呢他本身确实成熟了，可以往生。他跟众生的缘还没有圆满，这就是众生需要他，佛法需要他。由于这个原因呢，它会延长寿命。延多少年呢？自己未必知道，佛知道。佛必须等待他的缘了了，佛才拿着这个话去接引他往生净土。无疑不自在啊。跟众生在一起，和光同尘。一定是与望经还原观上所讲的四德相应。这个四德讲得好啊。他为什么不往生？修四德，感化众生。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很多人不知道修行在哪里修啊？在随缘当中修，修什么？成熟的众生，修不起心，不动念。你不跟大众接触，怎么晓得不起心不动念？一定要接触啊，眼要看啊，
啊，眼见色与色境上不起心动念，如如不动啊。这是什么？这自性本定。啊，往生生十报庄严土，那么眼缘色尘还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菩萨。啊，这个境界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啊，如果根尘相接触，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这是人天。看你染着的轻重差别，生凡圣同居土九品不同。我们修行净宗修行用什么方法？一句名号，看破放下，啊，只支持这一句名号，其他的统统看破放下了，这个人决定得生。只要放下现行的烦恼习气就行了。啊，烦恼习气的种子可以带着往生。这是这个法门殊胜之处。84000法门呢，没有这个说法。完全要靠自己的真本事、真功夫往生净土。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再看下面，谢受啊，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清虚，五种原一本里头，汉译无疑。是清虚之身，魏译的，康生凯翻译的本子。他翻作虚无，就虚无之身。啊，意思相同。以及法师说，非饮食所张扬，故虚无；非老死所云默，故无极。那我们讲这一些译本注解合起来看，意思就能看得懂。啊，
就能有个概念。啊，西方极乐世界人的身体不需要饮食。啊，需要饮食这些营养，那就不是清虚之身，是染污的身，不清净。啊，六道凡夫啊，这身从哪里来的？完全是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起心动念在造业，言语在造业，一举一动啊都在造业，身在造业。啊，所以我们的身是业报身呐、啊。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的。他是清虚之身，清是清净，虚是无为。清虚无为之身，啊，不是老死所。云嘛，云嘛就是生灭。西方极乐世界身体是不生不灭。啊，经教里头有给我们说，它是法性身。环境呢是法性土。与阿赖耶不相干。我们居住的设法界是阿赖耶变现的啊，心现识变，阿赖耶把心现的这个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变成六道生死的身，这是识变。识是什么？识就是念头。你有没有念头？有念头它就会变，没有念头它就不变。啊，真有人修禅定，这个禅定叫无想定，就是把一切念头都放下。啊，修成功之后也很了不起。成功之后到哪里去？到第四禅去了，不简单的。四禅里头有个无想天，他们都到那去了。啊，无想天跟佛法不相干，佛法的禅定。是定慧均等，有定有慧，有定如如不动，有慧寥寥分明。那个无想定呢，它有定，它如如不动，它没有慧。啊，没有慧就是一片黑暗，所以无想天呢。他没有照见的啊！佛的禅定能照见万法，无想定是一样都不知道。虽然有很深的定功，他没有照的作用啊！寿命到了，定功失掉了，还要度。三途
啊，堕三途都是堕无间地狱。啊，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会毁谤正法。他自己无知，不了解事实状况，把无想定的境界误会是佛所说的大般涅槃。那么得到般涅槃，这个人就是不生不灭了。为什么定功失掉的时候他念头又生了，又起心动念，所以他就毁谤，认为诸佛所说的大般涅槃不是真的。你看，自己证得了，现在又失去了，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他造这个罪业，所以他从无想天堕落下来，就到无间地狱去了。啊，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佛法的修定，不是叫你面壁。华严经上53参，哪一个是面壁？如果是面壁，善财童子怎么去参访他？那面壁就不接见了。善财童子来参访，这善知识个个都要接见的。啊，善财童子有很多疑问呢，要请求他们每个人为他解答。啊，那么这53位善知识，他们的禅定在哪里修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的，在工作当中成就的，在处事待人接物修成圆满的大定。啊，动静也如，动静无碍呀，无障碍的法界。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戒定慧在哪里？戒定慧就在现前，在穿衣吃饭，在日常生活，活的不是死的。他真正到四无碍的法界，这法身菩萨啊，这样才是明心见性啊。所以他没有老死，他不会衰老啊，他没有死亡，所以叫无量寿。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应该是有量的无量。为什么？烦恼习气没断尽，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寿命无量啊！啊，在十宝图修行，十宝图的人寿命是三大阿僧祇劫。为什么？三大阿僧祇劫到了，你无始无明的习气，通通断干净了，没有了，这叫圆满。圆满之后呢，你不住在十宝图了，你到哪去了？你回到常寂光了。回到常寂光，是真正的无量，真实的无量。所以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有量的无量，到那个地方学成功了，就是无量的无量，真实无量。不生不灭，常寂光啊，才是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们迷是从这离开的，我们悟是从这里又起入。啊，又回到常寂光，很像现在科学界讲的零极限，有这个味道。那我们生命的起源本来是零极限，从零极限不觉迷失了方向，啊，搞到六道十八界了，将来回头回到零极限。就是究竟圆满，啊，怎么回去？佛有方法，科学家还没找到方法，也很不容易。他能知道这桩事情。果然搞清楚、搞明白了，科学里都有一些重大的误会，统统会修正过来了。啊，那么服用的秘诀就是。禅定啊，教导我们放下、看破放下、看破都无了，你就见性了。你还有看、看破、放下，你没见性。啊，境界呢，必须还要向上提升，提升到旧基础。看破放下是一，看破放下了不可得，连看破放下也放下了，也看破了，这才叫起入境界。啊，看破，看破是智慧啊，帮助你放下，放下就提升了，像我们上楼梯一样啊，放下下面一级，我们就升到上面一级了，一级一级向上提升了，菩萨位次51个位次。提升到顶点等觉，等觉再提升就圆满了，就回归自性。
啊，回归自性，得一切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啊，正得圆满的发生，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变法界。啊，发生是光，光明遍照啊！啊，这个光包含一切。我们知道光有不同的光波。啊，宇宙之间，我们的能见度非常有限，我们见不到的光波不知道有多少。啊，但是长极光是所有一切光的根源，只要找到长极光了，没有一样光你不知道，你就整个宇宙啊，统统就看清楚了，就明了了。啊，在哪里呢？就在当下，全宇宙就在当下，大小宝啊，我可以见到大宇宙。同时看到小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不二。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他不需要饮食，他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些现象都没有，所以叫他做无极。家乡大师说：“以神通无所不至，故无极之极。色如光影呢，故云虚无之神。这法身啊，法身是真身，法身就是真如自性啊，无极之体。”也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里头没有一切现象，又能现一切现象，所以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啊，体、相、作用，统统具足。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又回溯于有而若无，纵任无碍，故名虚无之身。啊，有而若无，果地上境界，不可思议。因地上的境界，我们要会修。啊，有是幻象。就像做梦一样，
无是不染着。啊，有没有呢？宗门大德比喻说，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这就是有而入。啊，有而若无是看破了。纵任无碍是放下了，放下就没障碍，把什么放下？把分别执着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有无没障碍，真妄没障碍，善恶没障碍，苦乐无障碍，平等法现前。故名虚无之身呐，业得受身。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你坐上了莲花，这就受身，无有宗起，叫无极之体。无极之体是无量寿。啊，永远没有生灭了。谨心思曰：虚无极者，无障碍故，稀有故，如是此地。啊，意思是说，无障，故曰虚无；稀有啊，故称无极。啊，诸家之士，不同的经论，不同祖师大德所说的，我们可以合起来看。啊，来做参考，慢慢的，里面真正的意思，我们就体会到了。啊，都说得不错，都说得很好。不要执着，不要分别，一遍不能开悟，两遍，两遍不能开悟，三遍。祖师大德告诉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所以不知，不要勉强求知，那是错误，不是真智慧。真智慧是豁然开悟的，就是说没有通过想象。啊，想象是意识，意识是障碍，不通过想象，这叫智慧，这叫真明了。啊，凡是通过想象，思维想象都是第八识的，在佛法呢，都叫世间法。啊，穿衣吃饭，没有通过六七八十，穿衣吃饭都是大乘佛法，都是不思议境界。啊，那凡夫最难的，这个想丢不掉。这就是第一大障，
不可思议，偏偏要思，偏偏要议。议就是议论，就是讨论。而不知道啊，不思不议之妙啊，凡夫不知道。啊，不思就真的了，不义就明白了。啊，这就是宗门就所谓的疑心穿心，没有言辞，疑心穿心。啊，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妄心传递的是烦恼，是习气；真心传递的是智慧，是德相，不一样。幕后这一段，享受记录。极乐世界就这么来的。那请看经文：不闻善土卧恼苦难之名，上无假设，何况实苦？啊，假设都没有，哪里会真的有这个事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个妙极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名这一行多一点经文，是四十八愿的第一愿，故无我道愿。啊，极乐世界没有我道，没有地狱恶鬼出生，没有修罗罗刹，啊，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天道跟人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是乱世，将来在历史上写乱世。满清亡国100多年到现在，啊，国家社会都没有上轨道，啊，一片呢混乱，叫乱世。乱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怎么穿衣，不知道怎么吃饭。不知道人跟人怎么往来，啊，所以苦不堪言。中国人重视历史，
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中国有完整的历史记载，每一个人的成功失败，每一个家庭的兴衰，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政权的交替，善恶祸福，业因果报，历史上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这些东西一直流传到现在。啊，现在人去学习的，啊，去研究它的越来越少。啊，在古时候，历史是一千人必修的功课，这两门，一个经，一个史。啊，经是智慧，是学问；史是经验。啊，是学问，智慧的实验。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道理？家庭、社会、国家会兴旺，什么原因？啊，家庭、国家、社会呀。会衰亡啊！历史就是夜莺果报的实录啊！启发人的智慧，我们遇到困难，到历史上去找，会找到啊。古人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啊，而且解决的最彻底的、最究竟的、最圆满的，是佛法，就是佛菩萨所用的方法。啊，那么也就是佛寺。前面跟诸位讲的啊，佛寺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事业，这叫佛寺，不能把它搞错了。我们要肯定佛是教育。啊，方老师在早年教给我，佛经是哲学，我们从这入门的。啊，学了60多年，明白了，佛经不但是哲学，它还是科学。啊，属于最高的科学跟哲学。
除这个之外，佛学有伦理，佛学有道德，佛学有因果啊，这都是最好的教育。人能够接受这些教育，自然端正心念，自动的会断恶修善。啊，他会向往圣贤，他会把一生的道路遵守着圣贤之道啊，佛道菩萨道。为什么？这道记录啊，这个道里头没有苦啊。啊，那我们可以说，事出事发之间，讲教育，讲得最圆满，最究竟，啊，最踏实的，无过于佛法，没能超过佛法的。啊，所以佛法教育传到中国，中国古代帝王聪明啊，有智慧，有福德，知道这是宝，是好东西，立刻就接受了。啊，他们接受过来，真学真干。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哪一个朝代帝王不学佛啊，不向这些高僧大德请教啊，许许多多帝王将高僧大德请到宫廷里面来供养，向他请教啊，听他讲经教学啊，也提出许多问题，向法师们请教。啊，譬如说，这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宗密大师有缘人论，那是为帝王说的，生命的来源。啊，现代科学很发达，越来越接近佛法了。啊，接近，真正接近佛法有好处，因为佛法把善恶、祸福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你有智慧，你能够远离灾害啊！你能够获得幸福美满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个世界没有恶道，这个世界没有不善。小本云，阿弥陀经上说的，七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啊，何况有时啊，地狱恶鬼畜生恶道，修罗罗刹也是恶道啊，极乐世界连这些名字听不到，没有人说，没人听过，他那边没有。为什么没有？阿弥陀佛把恶道的根、恶道的源断掉了，恶道众生去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再也听不到恶道的名字。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纯善、纯净啊，纯美、纯乐，所以称为极乐世界。啊，又说，这还是弥陀经的经文，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在极乐世界，你所享受的只有乐，没有苦。人与人见面都非常欢喜，啊，都是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没有一桩事情不如人意，这个找不到啊。啊，换一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人人都有圆满的智慧，啊，清净的形象，美好庄严，啊，我们前面读过，能理解，极乐世界的庄严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慧。全都落实在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无比的殊胜庄严。论注里头有两句话，论是往生论。注是坛鸾法师的注解，啊，这两句话是永离身心脑，受乐常无间，啊，生到极乐世界以后，你永远听不到烦恼，啊，身心烦恼永远听不到。烦恼在哪里？
业障小了，再没有业障了。啊，寿禄常无间，没有间断。一切受乐的根源是什么？是闻法，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一生讲经说法，就是布施法乐。你真听懂了，听明白了，你自然离苦得乐。那为什么呢？苦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放在心上，你就不苦了。你放在心上，你就受苦啊。啊，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一切法是空的，一切法了不可得。你把它放在心上干什么？所以叫你放下，放下一切法，就是放下一切苦。苦放下了，乐自然现前。乐什么？智慧。乐是受用自在。故经云，但有自然快乐之因呢。这个因是说法的声音的，教学的声音的。你越听越欢喜，越听越舍不得离开。啊，所以你进入讲堂的时候，你是凡夫，你离开讲堂，你就成佛了。为什么没成佛？你舍不得离开讲堂，你还想听。那个地方的人没有疲倦，不要睡眠，不要饮食，所以进入讲堂是凡夫，出来就成佛。啊，没有成佛，他不出来。他成佛，他就出来了，不可思议，保证成佛。啊，净土法门微妙不可思议。啊，说故经云，但有自然快乐之因，自然自然不是人为。是随你自己心念变化的，佛没有意思。你喜欢什么声音，就是那种声音读出来的经典，或者是念的佛号的声音，非常悦耳。啊，每个人听的不一样。每个人的喜爱不一样。啊，极乐世界一切诸法都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他没有定法。啊，像我们中国现在少了，在抗战时候
还有说唱艺术啊，最普遍的说大鼓书啊，啊，有说有唱有表情的 啊，让你享受，不会感觉到厌烦。他条件的，那么在极乐世界，这种完全出于自然的。佛以夜莺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尽，没有一个不欢喜，没有一个生厌倦心啊，听多了感觉到厌倦疲倦了，感觉到讨厌了，绝对没有啊，那个厌倦人间有，极乐世界没有教不倦，学不厌。这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啊，诸佛报身的讲堂，真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理想的，是事实。到极乐世界就看见了。以上持权功德第十七品，我们就学到此地。现在我们接着看下面一品，超世稀有第十八品。啊，我们先看课题。课题：所摄众生。要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菩萨，啊，这一大窟就是一个大单元，从十八品到三十一品，啊，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众生。十八品到二十五品，这又分为两课。第一，果，果是果报，我们非常想知道的。啊，十八品到二十三品，啊，这里头分为六段。第一段超世稀有，本品贤彼土，正报依报，悉皆超越世间，甚为稀有。正报是说佛菩萨，依报是讲生活环境、教学的环境、修学的环境，那么一开始先介绍正报超世，这里面分两段。第一个小段，总赞人天。为什么我们是人天吗？
我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啊，这里头也有两小段。第一个，容色无别，容是容貌。啊，色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光彩。完全相同。请看经文。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念老注解，显明正报。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所有众生，容色微妙啊，这个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啊，容有形容，有容貌，这个地方着重在容貌。啊，色者呢是色相，微妙是精微到基础啊。我们无法想象啊！啊，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自己幸运之名，善根福德因缘成就的，在我们这一边，在极乐世界那一边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再加上无界这么长的时间，参访十方诸佛刹土，总结成48愿，啊，弥陀无量功德48愿，所成就的微妙庄严，啊，超世稀有啊，超越一切诸佛刹土，所以诸佛称赞弥陀，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这还了得吗？啊，会疏里面说，非犹漏生灭身，故云超世。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取阿赖耶的相分里头的一分，认为自己是身体；取阿赖耶见分里面的一分，认为是我们自己，能够想象、能够思维的心理，啊，是我的心，我的思想。这都错了，
不是自信的。阿赖耶让自信变质了。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性的，丝毫没有变质。所以它精妙到极处。真真的超实稀有。它不是生灭身，漏是烦恼，它没有烦恼，没有习气。所以超实间法性清净身体，故云稀有。身体是法性身，我们是阿赖耶的法相身，这个不同。法相有生有灭，法性没有生灭。又往生论的有两句寄语说：“天人不动众，清净智海生。”这是天亲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看到极乐世界实际的状况。来给我们做分享，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做了一部往生论，是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报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有29种庄严，依报17种，正报佛8种，菩萨4种，总共29种。这是真一真超实天人不动中，不动是明显地告诉我们，都证得念佛三昧了。不动是禅定，是三昧，他们都证得了因定生慧。所以清净智海生，不动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极乐世界因为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他们的清净心比十方世界的阿罗汉辟支佛不一样。阿罗汉辟支佛是修得的，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所加持的，不是自己修的，跟那些自己修证的阿罗汉不一样，比他们殊胜太多了。这是我们要感激阿弥陀佛，
要感激释迦牟尼佛这么样的热心，来劝导我们，这个法门真正难行啊！佛苦口婆心劝导，哪些人能信呢？有缘的人能信。什么叫有缘呢？过去生中曾经学习过这个法门，这一生又碰到了，佛热心劝导，我们接受了。要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过去生中的因，这一生佛讲的再好，还是不能接受。这种人多不少啊！啊，几个人真正死心塌地、一心一意专修净土，这还是不多。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两句偈，十个字：天人不同众，清净智海深，闲事生到极乐世界。戒定慧三学具足，圆满的具足啊！由上可见，所有众生呢，皆是以清净具足流现啊，都从这一个清净具里头流现出来的呀，他从哪来的呀？这一个清净句就是清净智慧无为法身啊，再给你讲的具体一点，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是从念阿弥陀佛这个地方流出来的。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句佛号，包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这一句名号统统包含了，啊，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再扩大来跟你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自性里面包含的，修持里面所得到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你念这一句佛名号啊，通通都念到了，一个不漏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千万不要把光阴错过，每一秒钟我们都要念佛，一秒钟不念，这一秒钟错过了，其他的都放下，不要去想。也不必去学了，来不及了。啊，我们要学到极乐世界再学。到极乐世界想学什么，阿弥陀佛都会教你。
光学多闻，希望把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你通通学会，行不行？行。阿弥陀佛有耐心教你。啊，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全学会了。啊，为什么？开悟了，悟入自性啊，学习起来真快。啊，一部经给你讲一个经题，里面全懂了，就不要说了。啊，这样的速度。学一切经，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所以要晓得，这个世界真的是超时稀有，超时超越，世事世间。啊，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这个都包括在世子里头，你全超越了，真稀有啊！再者，谢界莲花化身，啊，往生极乐世界，通通是莲花化身，啊，莲花。值是完全相同啊！莲花的本质是什么？从哪来的？是阿弥陀佛所修所证，称心功德啊！再加上阿弥陀佛无界修行。戒得大愿加持所成就啊，这十方世界没有的啊。可是这个莲花呢，大小不一样，光色不相同啊。这什么缘故呢？这是我们众生自己念佛修持的功夫不一样啊，我们的信愿持名功恨不相同啊。有勇猛精进啊，像我常说的分秒必争，那个人他的莲花特别大，光色特别好，啊，信心不圆满，99%的信心，还有一分怀疑。那么这个莲花大小光色呢，就差一等。啊，如果半信半疑，我有50%的信心，还有50%怀疑，我也念佛，也求生净土。啊，生到净土。光色大小跟真精进没有丝毫怀疑的人比，就差很远。这怎么办呢？在极乐世界可以补足，
啊，而且很容易不足。补足了，跟那些菩萨完全相同。标准是阿弥陀佛，也就是跟阿弥陀佛的莲花相同，跟阿弥陀佛的身相相同，跟阿弥陀佛的容貌相同。那我们要问了，那相同，我们到极乐世界会不会认错人啊？那面貌都一样，哪个是阿弥陀佛？啊，不会认错，为什么？你有神通，你有智慧，啊，决定不会认错，而且对每一个人，你都能看出你有寻命通。须弥通证得圆满了，啊，那个人过去生中他在哪个世界？啊，他是哪一道的众生？你通通清楚。现在到极乐世界成佛了，全都明了。啊，那么还告诉诸位一个信息：到极乐世界挺热闹的。不会孤单，不会寂寞。啊，为什么？你过去生生世世认识一些人，他们比你早学佛，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通通认识了。啊，全都来了，很热闹。一定要去，这些老友。开欢迎大会，欢迎你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不会寂寞，搞六道很寂寞，六道里都有转身的，熟人都不见，再见面也不认识啊！只有到极乐世界，以生生世世的冤亲通通见面了啊！那些冤家对头，一些冤气都化解了，都没有了啊！亲人变成亲人，冤家也变成亲人。你说极乐世界多美好啊！啊，是在者，借习莲花化身，真经色身。这我们在前面48愿念过。啊，每个人身的体质，啊，都是自摸真经色身，具足32相。这个32相是佛当年在印度讲经，听众是印度人啊，印度人概念当中32相的是贵相啊，世间人具足32相，那就是智慧福报圆满的人，而实际上呢不止，这个我们要知道，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报身。佛说，阿弥陀佛有84000相。不是32，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随心好，
每一个好啊，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个光明里面有佛菩萨在教化众生，在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正佛寺。阿弥陀佛的报身，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得的身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的平等身相，这还得了啊！啊，真正是超世稀有啊！啊，色相介入，如是吗？如阿弥陀佛。这从相上说，从事上说，从理上说呢，皆如自性，是自性变现出来的，没有阿赖耶，故曰了形同一类，无差别性。啊，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平等。极乐世界平等是从相貌平等开始，啊，体质平等说起，真平等的，啊，我们人类向往，古今中外呀。都不例外啊！向往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共产的世界，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平等。那我们今天晓得，真正共产达到究竟圆满是极乐世界。啊，标准是跟阿弥陀佛一样，不是菩萨，不是声闻缘觉，最高的标准。啊，阿弥陀佛过的是什么生活？所有一切往生大众跟阿弥陀佛同样的生活。啊，不会比阿弥陀佛缺少一点。每一个往生人都一样，都相同啊，没有差别相啊。啊，我们希望共产。诸佛如来早就想到了，而且他们都做到了，以西方极乐世界做得最圆满。啊，为什么？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同佛，这是十方世界还没有的。啊，极乐世界先做到了。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向阿弥陀佛存心，没有一丝好私心。啊，没有人有个念头为自己的。啊，什么是自己？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阿弥陀佛。把往生到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看作自己，是真的自己。
这个道理，我们要认真的把它参透。为什么？对我们求生净土的信心，不再有丝毫怀疑了，不再有丝毫障碍了。佛心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自己。所以，大乘教里头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什么叫法身？一切法就是身。没有一法不是自身。树木花草是我身，山河大地是我身，虚空法界是我身，都是我自己自性变现出来的。能变的自性是一个，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就是说自性是一，变现出来无量无边，这很奇怪呀。你要问为什么？这种变现就在你眼前，你没有留意，你常常把它忘掉。我问你，你有没有做过梦啊？人人都做过梦。梦中境界怎么来的？科学家告诉我，下意识变现出来。睡着的时候，脑筋不管事了，下意识跑出来。自己的下意识啊，梦中有很多人，梦中有很多事，梦中有很多无，这些境界哪来的？全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吧？醒了之后呢，全没有了。佛告诉我，我们眼前这个境界跟梦中境界完全相同。梦境是下意识变的，我们今天这个山河大地上这个东西啊，是自心变现出来的。梦境下意识都能变，自心哪有不能变的道理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物，能生万法。所有一切万法，虚空法界，全是自性变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自性是我，我就得承认，整个虚空法界就是我。做梦的时候有没有醒过来？做梦的时候如果晓得，我在做梦，梦中所有境界是我心变现的。梦中一切人是我，梦中树木花草是我，梦中山河大地是我，梦中没有一法不是我。这就叫证得清净法身。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真正就。就是知道整个宇宙都是自性变现，都是我。
啊，所以对人、对事、对物，他一个平等的爱心，就是大慈大悲。啊，叫做无缘大慈，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同体大悲，大悲是怜悯一切受苦受难众生，赶快帮助他离苦得乐。啊，为什么？我们同体是一体，体就是自性。啊，这是佛家讲伦理。啊，世出世间讲伦理，没有佛法讲的这么圆满。啊，世间人伦理是讲一家，佛法是伦理是讲宇宙，一切法跟我是一体。你要不爱一切法，就是不自爱。不自爱的人不会爱众生。啊，这个爱，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明白了，是自信里头第一德。啊，自信，无量无边的德能，第一个是，第一个就是爱。啊，这个爱没有加添任何的负面东西，就是真爱，是自信的爱。自信的爱就是佛陀的慈悲。啊，化身菩萨的爱，没有任何条件。真正是清净平等，啊，宗教里面讲神的爱、圣人的爱，啊，如果里面有分别呢，啊，加了分别。那是菩萨的爱，啊，有了执着呢，有了执着是凡夫的爱，六道众生的爱，有分别没有执着是四圣法界的爱，啊，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的爱。啊，我们凡夫的爱是最糟糕的。啊，凡夫的爱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呢？加了欲望、自私自利。啊，我喜欢你就爱你，不喜欢你就不爱你。这是凡夫啊，完全迷失了自信。啊，所以这些附加东西全部要淘汰掉啊，恢复到原原本本自信的真爱。啊，这是身心通通没有差别，完全平等的，智慧圆满。神通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即一切大圆满，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的时候就回到自己家里来了。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体啊，所以经教里都有数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不是假的，这是讲真话了。啊，我们修学净宗的人，最重要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其他的全部清除放下。
清出去，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样东西在里头，这就是真心，这就是佛心啊！你说这样的人他能不往生吗？他爱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啊，他喜欢在这多住几天，不碍事，真正的大自在。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大自在。